Unit 3. Where do you work? Listen and learn. 1. 你好。 这是我爸爸。 他在中国。 他不工作。 退休了。 这是我弟弟，他也在中国，他是工程师，他在上海工作。3. 这是我太太。 他也是老师，他在 Davis 工作。4. 这是谁？这是王小华，他是学生。他有姐姐吗？ 有，他有一个姐姐，没有妹妹、哥哥、弟弟。他姐姐在哪里工作？ 他在北京工作，是工程师。5. 这是谁？ 这是谢老师的儿子，他在哪里工作？ 他在Ohio工作。 That's the end of Unit 3.